谁不想有个年下狗崽崽？男友比自己小六岁是种什么体验呢？周围都是人，但是波波认认真真在那里搓着爱心雪球，是不是搓得很好看？大宝逗罗莎轻看烟花，感觉情绪有些低落，后来收到了信息，明显很开心，居然还比了爱心的手势。前段时间，然后我就先去了，然后去了，然后他刚好问在干嘛？哎，我是先给你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先给我拍的，他发给我了。对，他说哇，你居然在这个时候去滑雪？对，所以特意给大宝拍了爱心雪球。虽然比你小，但是也会把你照顾得很好。在一起走路会提醒你不要摔倒，提醒东西要放好。知道大宝怕热，眼睛还干，会把加湿器打开对着大宝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回到了王甜甜。